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精彩的拳皇 98C 的高手对决啊，来自一批啊，你选啥我选啥啊，二批是我不是王红啊，两个人都是随机模式选人啊。哎呀，现在不知火发动一个大连的一个连段啊，黄成龙还是要加油了，黄成龙现在只剩了一个重攻击的血量，被对方挑衅，哎这怎么办，哎扇子被反回去，这是一个这个版本特有的一个设计啊，可以反波前轨回避对方的扇子牵制，再次没有办法了。一批这个不知道谁的小号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可以用这个随机模式跟黄虫玩的人啊，那应该绝对是 S 级选手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两个不知火舞，现在黄虫是带一个大血量优势，因为他是第二个人嘛。换上了板崎琢磨，一批非常厉害啊！好呦，又是一个取消 low 怪物。没完，哇，不知火舞也糟，哎，撩了个裙子啊，屁股一拧，直接把波返回去了。好吧，来看看蝗虫的手底大将是谁呢 ？King 啊，一个会泰拳的一个妹子，真的，我没有说错啊 ，King 确实是泰拳选手啊。不相信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查查官方资料，这个是我是查过的啊。我当初我也是不相信啊。好吧，我们再回到游戏当中，现在蝗虫发到一个大连段，痛揍板崎琢磨，遇到板边，而且是满气五颗气啊，完全可以打死他。我们看能连多少招。断招了，哎，你不动，那我也不动，买个软头扎 ，counter。但是，一批还有两个人，还有一个人，草龙爹没有确认上。黄忠现在满气打一个防御破坏，差了一点，要死。哎呀，好在还有大的一个血量。对于黄虫来说，对方还有一个人啊，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担忧，必须要把板崎琢磨赶快啊解决掉。好，赢了。我们来看黄虫剩多少血，剩半血，半血打满血的手里大将来自克里斯。好，起身打一个逆向，没有把握住这个，刚刚那个机会把握住的话，黄虫也能被打到一个20%的一个血量了。再点狙，下 C 对空，好，差一点，继续压，前轨回避，薅头发，打逆向又没有连到，好，那强反，你看还要挑衅他啊，去他的气，强反，黄虫已经放第二次强反，这个怎么连？哎，要死。感谢朋友收看，喜欢拳皇98C的玩家，点击关注啊，关注红哥的解说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